身旁，慢慢打开我的心房。萤火虫在眼环中迷藏，把不安的气氛都照亮。牵你的手对望，从此不会迷惘。时代和我第二季这部纪录片真实记录了我过去一年中的工作和生活，希望大家可以从中更了解我和我的故事。看优酷，精彩正在直播。